的客厅吗？没有，这边就是不是，这个就是孙爷他家，就是在这里。家这里，整间就是他家。哦，不大。那楼上就另外了。楼上是别人的。像齐邦媛老师他们住在隔壁，就是另外一个门的三楼。哦。丽水街38号，曾经是台铁老宿舍。住着一群为台湾铁路现代化贡献卓著却鲜为人知的大工程们。何昌明在淡江大学物理系任教，